句无声的暖言，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。当你累了倦了，我是寂寞难言，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。本台记者让保罗和他的家人进行了视频通话。妈妈，哪个队友？几句话后，保罗母亲的情绪开始有些失控。灾难降临了，王伟和战士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救援工作中。王伟听说他家附近已被泥石流夷为平地，王伟慌忙拿出了手机，这才发现妻子的未接来电，回拨时已经打不通了。这叫我问你到哪儿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和你爹都挺好的。你给我留点饭。我想爸爸。爸爸也想你。我想你啊。姥姥也想你。想你啊。妈也想你。我想你。老妈也想你了。